乡愁，老弟。此处便是洛西村，这里的人恐怕凶多吉少了。强鬼宰首，活鬼不留。天地俱灭，乾坤正法。妖孽，往生俱罢。隔绝之岛，道长可曾见过我那苦命的妻子？她还活着？罢了，见到这样的我，恐怕她也不会认得吧。动手吧，道长，我在这与世隔绝之地一直等待着这一刻。平儿，我们来生再会。
来啦，江城老弟。前方有打铁的声音，想必此处就是村前驿站。平安就好。这些年我四处漂泊，也还记得师父当年和我说过的话，利器之本乃是利人之本。江道长，你一定要平安回来呀。来啦，江城老弟。俺为什么要灵魂？不是俺要灵魂，是判官老爷要灵魂呐。敢依此符，尽浩荡苍穹。天地之力，乾坤正法。这里应该就是崔氏的宅院吧。景天，你负我太多，负我太多。气质今何在？当时且自亲，还将就来意，连群也牵染。
这狗用得到。先收起来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往生去吧，
中尸瘴遍布，这些村民或许就是因此变成了妖怪。乃一子符，竟浩荡苍穹。天地炽烈，乾坤正法。妖孽，往生去吧。阴气绕梁，聚而不散，这楼里怕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血债血偿，我有何错？该死的是你们！血债血偿。你自诩修道之人，我问你，你能除尽天下妖吗？可笑！人类口口声声除妖，到头来不过都是如这村长一般的败类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何其可笑，何其可笑。动手吧，给我一个军人的死法。日期复月，将有灾殃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